臣弟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所有人都出去，没有朕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进来。这。 皇上是来送臣弟上路的吧？咱们两兄弟好久没喝酒了吧？这一次聚在一起，不要说这扫兴的话。好，不说扫兴的话。臣弟先敬皇上一杯，希望皇上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份上，不要故意为难我的家人。 你用了很奇怪的两个字眼，一个故意，一个为难。朕什么时候故意过，又什么时候为难过？臣弟说错话了，再罚一杯。老时期啊，你知道吗？打小的时候，朕就非常羡慕你，你有额娘疼着。 有皇阿玛爱着，论功课功课好，论骑术骑术好，几乎这世上所有的优点，都在你身上了。朕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很想成为你，可以像你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皇上是天子，全天下最尊贵的人，竟然会羡慕你。 做天子固然受万民敬仰，可那是表面。担子挑在肩上，心里想着国家大事，这还不够，还要防着有人觊觎金銮殿上的宝座。皇上不会把我当成觊觎金銮殿上宝座的人了吧？朕不知道，但你也不能保证，对吧？这未来的事。 谁也说不准。可是朕知道，你很优秀。如果说优秀的人没有得到自己的位子，难免会有怨气。这怨气刚开始的时候还好，时间久了，一点一滴。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状态。 朕是在权力圈里打过滚的人，当然所有事情都不在乎。可是，你比朕年轻，朕不敢保证朕的儿子们会是你的对手。所以，皇上早就想把我给除掉了。你还是不了解朕呐。 朕是一个国大于家、家大于个人的人。倘若你真有治国之才，朕就算退位让贤又如何？可是你不是，你冲动易怒，从来不以大局为重。这样江山交在你手里，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所以，把一个优秀又不能担当大任的人留在朝野里。 你觉得朕能放心得下吗？皇上说的有道理，朕弟现在终于明白，这么多年的心结究竟结在哪儿了。朕弟心服口服。 皇上是要赐臣弟一杯毒酒，还是一条白绫？臣弟再仔细过。唉，这些年，朕为了让国家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。
手上没有少沾兄弟们的血啊，朕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走，朕的心却像熟透的石榴一般，碎得一半一半的。每当想起来的时候，心就会痛。这种痛，只有自个儿知道。 真不想再痛了。来，起来。十七弟，回去过你的富贵日子吧。别在朝里面做事了。朕会兑现对额娘的承诺，让你衣食无忧。皇上要放了我。这件事不怪你，要怪就怪造化弄人。 朕对额娘的歉疚，只有来世再报了。而对你，朕希望你一生平安、幸福。去吧，听说福晋快生了。 臣弟告退。